悬疑问答。您昨天开始说不要怕吃亏，吃点亏不算什么，吃掉人生才是大亏。不管做什么，在这个世界吃点苦不算苦，进了地狱才是真的苦。师父，那不学佛的人真的很可怜，不知道什么是吃大亏，不知道什么是真苦啊。师父，您给大家讲讲什么叫吃掉人生啊。师父，不叫吃掉人生，失掉人生。失掉人生，哦，失掉人生，失掉人生是苦了呀，对不对啊？你吃点苦算什么呢？你人生都没了呀。很多人呢就是怕吃亏呀，不停的要占便宜，最后呢人生都没了，那你不是吃大亏了，嗯，对不对呀？是这样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对对对，好好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